Thank you.
想請教你。
Thank you.
好，再嘅部分嚇，咁啊，首先咧都係介紹一下，就係13至18世紀呢啲海上絲綢之路。咁其實呢個絲綢之路呢個名咧，就唔係一開始係有嘅，而係咧喺1877年嘅時候，一個德國嘅地質學家，佢咧就作咗一本書，裏邊咧有個名詞就叫絲綢之路。咁咧就所以咧呢個名詞咧就日後就引申用咗嚟咧，就作為呢個東西文化貿易方面嘅一個名詞咁嚟嘅，咁而海上絲綢之路亦都係跟住呢個絲綢之路而引申出嚟，所以有絲綢之路。咁我哋咧就其實咧可以睇到咧，呢度有講嘅嚇。咁其實咧我哋講緊呢個絲綢之路咧，喺公元前兩世紀咧就已經開始有呢個中國嘅絲綢之路噶啦，就漢朝嗰個張謙就係經。得到皇帝的命令咧，就要出使西域嘅。咁佢嘅出發點咧，就係當時叫長安，即係而家陝西嘅西安嗰度起點。咁一路經過甘肅啊，一路咁樣咧就去西行嘅，就去到新疆啊，咁啊去到咧就中亞同埋南亞嗰啲地方。咁啊開闢咗呢條通道，咁啊日後咧就利用咗呢條通道咧，就作為一個貿易啦。咁啊最主要嘅貨品咧都係絲綢。所以都好配合，所以叫做絲綢之路。但係同時間咧，喺呢一度海路亦都係行咗啦，就喺南部嗰邊嚇，喺南面嗰度咧啲港口就亦都係有船啊，有商船咧就出發，就經過南海啊、印度洋啊，就去東南亞同埋南亞嘅地方。咁就所以咧其實呢個絲綢之路亦都唔係近年嘅事，2000年前已經有噶啦。即係陸上又做，海上又做，兩方面都一齊發展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今次我哋所講嘅咧，就只係集中講13至18世紀嘅。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部分啦。咁而家呢個部分咧，我哋就係會講一下啲地圖。其實咧地圖展咧係比較少啲嘅。咁我哋嚟到呢一度咧。就會見到好多啲地圖。咁我哋呢個地圖展咧，就會同嗰個全個展覽東西回流咧，係呢個部分係縮短啲嘅。咁佢係會至到10月31日嘅，所以咧我哋要趁呢個機會快啲嚟睇下啲地圖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公元前1000年咧，我哋中國已經有地圖噶啦，已經有地圖。咁但係咧，就去到我哋而家嘅1000年前咧，嗰、那個地圖嗰個繪畫嗰方面咧，就更加成熟啦。啊，咁就呢度我哋冇展出。咁其實咧就中國人咧嗱，以呢一幅我哋要睇一睇過嚟，就講明前幾幅，我哋係跟住個時代去睇，但係佢個擺設咧就係撈亂咗嘅，所以我哋可能要褪嚟褪去睇嚇。咁呢一幅咧就明朝嘅一幅嘅地圖。就係、是、叫做《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》，全名好長嘅。就係、是、崇祯嘅時候啊，有個人咧就畫嘅，叫做曹君儀所畫嘅。後來喺清康熙嘅時候咧，就再修刊過，就加色啊咁樣啦嚇。咁呢一幅嘅地圖咧，全幅地圖喺曬度，你會見到係一個平面圖嘅。咁啊，當陣時候咧係冇嗰啲格仔啊，冇嗰啲嘢嘅。咁你會見到咧，佢嗰個做法咧，其實就表達到咧個文化界、學識界咧，佢哋嗰個思想啊，個世界觀咧，就係覺得明朝中國係世界之中嘅中間點嚟。所以你會見到明朝嗰個版圖咧喺中間嘅，係最大，同埋喺中間。而旁邊嗰啲地方咧，譬如好似日本啊。或者係非洲啊，其他歐洲嗰啲地方咧係有嘅少少啦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孤島咁樣嘅嗱，呢度係日本嚟嘅，
啊，細細個嘅啫，唔合比例嘅。咁啊，總之明朝係最大嘅嚇。咁啊，呢一幅咧就係、是、當時候嗰個版本嚟嘅，啊，就係、是、明朝嘅。咁啊，但係咧就呢一度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就即係佢所寫嘅咧，都係嗰啲省會啦，重要嘅地方，咩廣東啊，著咗色嘅廣東啊。順天府即係北京嗰度啦，咁誒呢啲有主要嘅顏色喺度寫咗喺度，咁啊都係最主要表達到咧，就係佢係一個以中心點係明朝中心點，佢覺得個地球係平嘅，個宇宙咧就係、是、一個球體又冚住個地球咁樣嘅，所以佢個圖嘅畫法係咁。咁啊好啦，就去到咧明朝滅亡咗啦。就去到清朝啦，咁清朝咧亦都分開幾個年代嚇。咁我哋首先而家講下呢個清朝康熙。呢幅係廣東省。係啦，呢個其實佢係好大嘅，呢個係康熙嗰時候做嘅呢幅。咁點解會？你看到開始有格仔嘅咯喎，有方格嘅咯喎。其實咧呢、這個來由咧，就其實清朝嘅時候咧，康乾盛世，康熙嘅時候咧已經係平復咗三藩，又收復咗台灣，亦都係有好幾個地方咧收復咗嘅，個版圖係大好多嘅，版圖大咗好多嘅。咁咧就到呢、這個到去東北嘅時候咧，就同俄國人咧就傾一個條約啊。就發覺，咦，原來人哋西方人嗰個地圖咧好準確嘅，我哋自己中國啲地圖咧係有啊，但係一比之下咧，相形見絕啊。咁康熙咧就發覺咧唔掂啊，因為你要管理一個咁大嘅一個中國一個咁嘅版圖嘅時候咧，個地圖好重要嘅。所以咧，佢當時候咧已經入咗好多嗰啲傳教士入嚟，佢哋咧係非常之有學識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就揾嗰啲傳教士，召集嗰啲傳教士識測量嘅，就派佢哋去各省各區每一個部分嗰度咧，就做呢個測量，然後畫地圖，用咗十年時間就畫咗呢幅地圖，就係呢幅啦，叫做黃明全覽圖。咁啊，點解又有牌又有號呢？因為咧，佢係由上至下，由左至右咁啊，一路咁樣排過去，一排排咁樣噶。所以咧，呢一度咧，佢主要顯示嘅咧就係七排三號咧，你又見到係廣東省呢一度就係咁解啦。只係抽咗一部分嗰陣時候咧嚟講咧，個技術測量嘅技術係全家事。不過咧，全世界全國咁測量而畫嗰幅地圖咧，就係、是。清朝康熙是第一個，全世界全國測量是第一個，就是這一幅、啊、好了，康熙就後來就到雍正啦，雍正然後跟著到乾隆，是吧？好了，乾隆又怎樣呢？就要看這幅了。好了，乾隆呢又是征服了這個准國爾啊，這樣了、啊、又征服了那些、回疆的地方，那個版圖又大了，是吧、啊、所以呢亦都咧係需要咧，就將個嗰個版圖咧，嗰地圖咧更新，又係靠啲傳教士，亦都集合咗一啲中國人，咁然後大家咧合一個力量去做嗰個地圖。咁佢做呢個地圖，今次係少啲時間啦，因為已經有啊康熙個嗰幅做打底啊，咁所以咧佢係用咗六年時間啫。但係佢所畫嗰幅地圖係比康熙嗰幅係更大、更準確，係好大嘅。咁啊，好似康熙嗰幅其實已經好大噶啦。北東北嗰邊咧就係黑龍江朝鮮嘅地方。南邊嗰度咧，東面嗰度就去到台灣，西邊嗰度咧就南面去到海南島啊，南面嗰度去到新疆，西邊嗰度去到新疆已經好大。咁啊，但係佢呢個乾隆嗰幅咧，仲多啲地方，所以更加大，係比康熙嗰幅更大。咁佢咧就排版啊，做咗之後咧就排版，做咗個銅版就刻，即係做咗個銅版咪印咯，可以印嘅數量非常少，印咗100幅啫。所以咧有104塊銅版，104塊銅版做咗出嚟，印咗100幅。康熙係點咧？其實呢個測量術咧係咁好，係咪？
但係咧，佢做咗你嘅地圖之後，收埋咗皇宮，民間冇得用，冇人住，民間冇得用，淨係宮即係朝廷有得用，皇宮裏邊啊收藏起嚟，即係嗰個技術冇外流啊，咁啊真係唔得廣泛，否則嘅話咧，民間啊。市面上面咧就呢個測量法咧就會係現代化一啲，就會更加好啦。咁但係咧，阿乾隆嗰個唔同啦，乾隆嗰個就流傳咗出嚟啦，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後世咧每一個朝代，譬如好似前面有一啲係臨摹到出嚟，光緒啊、嘉慶嗰啲咧，都係根據阿乾隆嗰幅而做，即係再做翻出嚟嘅。不過咧，等陣間可以講翻光緒嗰幅嚇。嗱，呢一度咧，你又睇到啦，佢就叫做乾隆，乾隆皇源全圖。嗱，其實咧，佢呢個又係全圖，佢呢一個咧，佢就叫做全覽圖。佢呢個叫做全圖，爭一個字嘅啫，爭一個字嘅啫。嗯。啊。但係咧，你會見到咧，點解由十二排東一，由十二排嘅西一咧？頭先我講過啊。是由南至北、東至西百幾塊銅板咁排，所以佢咧就只不過咧係攞咗呢一排呢、這個銅板，就係、是、第十二排東一呢一塊銅板，咁而做咗印咗呢一個廣東省。咁啊點解佢會面世呢？原來咧幾十年前咧，北京故宮就檢查全即係嗰啲全黨嗰啲全物啊，發覺咗個銅板出嚟。發覺到個銅板出嚟，所以咧先至就即係再做翻出嚟，就但係改咗個名咧，就即係唔係叫做呢個名啦，就改咗另外一個名啦。佢咧就將呢個名咧就叫做清乾隆內府御圖，因為佢係揾咗個銅板出嚟再做過，再印過出嚟點解嘅？乾隆自己個嗰份咧就係呢個名。乾隆自己嗰份，但係佢揾到個銅板，即係喺故宮係現代化嘅時候印咗出嚟，就叫做呢一個內府御圖咁樣嘅啊。好咁啊，嗱講咗呢兩個底韻喎，一個係康熙，一個係乾隆。好啦，講下呢一個啦，呢度咧就屏風版嘅，但係呢個咧就屏風版咧都係乾隆嘅，就係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。就是屏風版，屏風版。跟住呢一個咧，就做咗摸圖。嗱，你見到畫牆嗰個好似新啲係嘛？好多人咧就以為啊，嗰、那個正版呢、這個係複製本，唔係，其實呢個係乾隆。嗰個咧，好多地圖都是根據那個乾隆那份而做出嚟。嗱，呢個嘉慶啦，嗰度咧就有光緒嘅，得唔得嚇？知道嗰個時序啊，因為佢擺設嘅時候咧，係唔係根據時序？所以我同你哋要走嚟走去，就係咁講解，大致上係咁樣。咁啊，仲有外國啲我唔講噶啦，因為咧我哋仲有幾個部分要講嚇。但係呢度有兩幅嘅手卷咧，一定要知道啊！嗱，呢一幅咧，嗱有兩幅嘅，嗰幅嗰兩幅。嗱，呢一幅咧就係講廣東省嘅，一幅好長嘅。咁呢個時間咧就係清代1939年以前。嗱，我哋知道嗰個歷史啊，1942年咧就香港割讓咗俾英國做咗殖民地，係嘛？咁啊，未曾割讓之前咧，嗱，你見到呢度咧有個島啊，寫住係香爐嘅喎。龍坑爐就是香港啊，即是話咧未曾割讓之前咧，佢個原名係叫做紅香爐，就係呢度鯉魚門嘅。係啊，呢個一立都係咁樣嘅。呢幅圖啊，呢幅圖就係個係啦，一路係咁樣嘅。好嗱，呢一個就係講香港有關廣東省嘅。好啦，到呢一幅。又近住啲咯喎，咁啊睇一個時序，首先可以睇到咧，呢度咧已經係幾時咧？應該係1860年以前，1860一八六零年以前。
嗰陣時候咧，香港已經割讓咗啦，所以咧你會見到咧，香港已經叫香港噶啦，香港已經叫香港，你揾唔揾到香港？揾緊，大澳南。香港已經叫香港啦，但係咧，但係咧，你會見到咧，係嗰陣時候咧，有啲哨站啊，係對住九龍半島噶，有啲哨站啊。係對住九龍半島，其實呢個係好多咧，就唔係淨都係我哋中國畫嘅，但係咧已經嗰個香紅香爐改咗名叫香港，但係咧仍然有個名叫九龍，因為嗰陣時候九龍未割，呢個九龍台咯，1860年先割，寨城呢個係沿海啊，北京嘅北京條約，咁啊香九龍先至再割埋，所以呢個係1860年未曾割讓之前。仍然是他的管治權，所以仍然有這些管治權在這裡。而這個香港那裡在那個北面那裡也都有些炮台向著九龍那邊，就是對視著守衛著的，你可以慢慢看這裡。這個地圖你可以慢慢去欣賞，不過我真的介紹了一些重點，其他的海圖那些東西我就不講著了。其實呢現在已經是嗰啲咁有方格，呢啲現代化咗噶啦。因為頭先我同呢位先生都開始嗰時候講咗，係嗰啲傳教士利用嗰啲。我想問咧，傳教士係英國傳教士啊，定係意大利嗰邊？係啊係啊，通常一般都係意大利嗰啲過嚟嘅啊，因為係嗰個羅馬教會噶嘛。好嗱，咁咧佢哋識好多嘢嘅，三角幾何、數學啊，咩嘢都識嘅佢哋。咁啊，測量學都係靠佢哋嚟做。未曾阿康熙做呢一個地圖之前咧，頭先個幅黃魚全圖之前咧，中國嗰啲地圖咧，嗱你睇下啦嚇，其實咧係有其實咧，你見到咧，佢咧就有文字解説㗎。嗱，頭先我喺呢度講過啦，亦都有呢一度咧。用正楷去寫的，好靚㗎，寫得係啊，成個中國地圖。其實嗰啲山川河流咧有一定比例，同埋咧用文字解説。咁佢嗰個背景咧就唔係話好似我哋而家嗰啲地圖準確性有準確性，不過比例都啱，唔會話條河大過個山咁樣嘅。不過咧就你要睇佢咧係唔同角度去睇，當係藝術品。同埋係一個好似學術啊、歷史嗰方面，嗱，佢講曬俾你聽啊，係點樣去啊？嗰條海路啊，點啊？距離有幾多啊？好仔細咁一個詳細嘅解説。不過就因為冇測量學，因為佢哋冇去過嗰個地方㗎，唔係冇研究，係有研究，不過冇去過嗰個地方，真係去測量過，冇去測量嘅啊，咁啊描述性嘅地圖多。嗱，我哋時間所限啦嚇。咁已經呢度講咗四個字啦，跟你。好嗱，咁我哋咧就亦都咧嚟到呢一度咧，就要講下咧，絲綢之路咧，其實好重要一個地方咧，就係啲港口啊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廣州係最重要嘅，呢個廣州係最重要嚇。因為他們是那些船呢必定停在這裡的廣州，而廣州呢就停不了那麼多的，所以它有一個外港。現在廣州外港你知不知道叫什麼？不知道，就黃埔港。但是舊時候那個外港是叫扶須港，這裡有寫的，這裡沒有。它有一個外港叫扶須的，扶手的扶，五指衰個衰，扶衰港。但是因為扶衰港咧，俾啲淤泥堵塞咗啊，所以咧就要開發咗黃埔港，就係咁解啦。即係話你嚟廣州之前要去呢、這個扶蘇港。扶衰。扶衰港大概邊個位置？塞咗啦！你自己去睇下翻個地圖，呢度佢就啊，香港呢度咯，即係廣州呢度咯。廣州嗰度咧要上網去再揾翻係 exactly 嗰個位啦，扶衰港。扶衰港。係啦，佢香港有另外一個扶衰港，因為佢係珠江口岸啊，珠江口岸嗰度咧，珠江啊，佢東面啊，咁佢所以咧呢一個香港咧都係另外一個嘅外港嚟嘅，咁而有兩個地方咧
其實在唐朝的時候，我們香港啊，雖然是一個這麼小的漁港啊，其實在唐朝千多年前啊，已經是駐紮了一些兵喺。宁春东啊，屯門呢度。宁春东。屯門呢度，西門呢度嚇。咁呢個西面呢個屯門咧，就係駐紮兵嘅，駐紮咗成2000人。就是我哋做稽查啊，同埋防御噶，所以叫屯門屯，即係屯屯職軍隊，係啦。咁而呢個名咧，西貢又點咧？嗱，西貢嘅名咪西貢咯。原來咧，係南洋一帶嗰貢船上嚟啊嘛。西來朝貢船啫，停泊嘅港口，所以就簡稱叫西貢。所以呢兩個名係有由來嘅。唔好意思啊，呢度唔准飲食啊！啊，要飲你出邊飲，唔該。所以咧，我哋香港嘅港口亦都好重要。咁呢幾個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咯嚇。咁啊，都係要經過呢啲地方。而呢啲遊覽點嗰啲，我哋唔再講噶啦嚇。因為咧，有成五大重點，我哋講都夠講嘅啫，九個字嘅啫。好啦，嗱，講到呢度咧，就係講啲商品啦，經濟大海嚇。咁其實咧頭先講啦，公元前啊，即係2000多年前咧，已經有呢個海上嘅來往啦。文化啊，貿易最主要是貿易的來往嚇。咁不同的時代咧，就會有不同的海上的政策的，例如好似唐宋的時候，海上絲綢之路很繁盛嘅，但係到明朝唔係啦。明朝咧，阿皇帝第一個皇帝就叫朱元璋，他一做皇帝，即刻落了個命令，就話片板不許下海。呢、這個片板的意思咧，係民用的船不准落水。但是官船得，所以咧又借和七下西洋呢、這個遠洋嘅貿易嚇，遠洋咁做得咁好。到唐宋元明清朝仲弊，清朝係點啊？鎖國呢頭同埋嗰啲係海盜，所以咧一沿岸嗰度有好多炮台嘅啊。講緊呢度啦，咁佢當時候做生意咧有三個字，最主要係三個字，第一個香，第二個就係味，第三個咧就係礦。香是什麼呢？就代表它的香料、藥材，所以就是香料。咁茶葉嚇，咁仲有咧，如果是美咧，就代表嗰啲絲綢啦、瓷器啦，就是、代表美品、美，即係美感啊。礦咧就係、是、啲礦石啊，咁啊嗰啲寶石咧，其實係外地運入嚟噶，好多時候外地運入，但係我哋自己本身咧亦都好多金礦。金礦、銀礦，咁啊大家交流嘅，咁呢啲就係嗰啲瓷器啦，發掘到出嚟嘅瓷器。嗱，咁有講到咧，嗱，好似美嗰方面有陶瓷啦，有唔同嘅陶瓷啦，嚇可以慢慢欣賞。仲有青花瓷，好啦，青花瓷嘅來由係點嘅咧？就其實就從中東啲人咧係交往嘅，因為中東咧佢哋嗰啲人咧就中意藍色，但係我哋中東方人咧係中意白色，所以咧混合起嚟咧。就有呢個叫青花瓷，但係咧嗰啲嘅原料啊係由佢哋帶入嚟嘅，嗰啲特別嘅原料，咁而燒製到呢個青花瓷。佢哋好多時候咧有唔同嘅地嘅省份咧就燒唔同嘅窯嘅窯啊，係非常之多嘅，多到我都唔記唔曬咁多。燒到出嚟嘅窯咧就都好多時候咧就係外燒嘅，就係燒去外地。就是根據個顧客的要求，所以呢啲圖案咧都是中東的圖案為多，青花瓷啦、瓷器啦，有很多呢啲咧都係哋宗教用啊、祭祀嘅時候用嘅，好靚噶，係啊，嗱，呢個係燒青花瓷啦。至於話啲絲綢亦都係噶，絲綢咧亦都係去中東啊、南亞啊、中亞嘅地方，呢啲就係、是、啊。而呢個名字啊，點解會叫絲綢咧？西方人咧叫中國啊 ，series 啊，就係呢個字，就係絲綢啊，絲綢之路，所以就係咁解啦嚇。幾千年前咧都已經有噶啦，一辣好多度地方都係噶。咁啊，獲利係最多，同埋係最受歡迎嘅絲綢嚇，就係呢啲啦。中國人先識用綢做絲。係啦，冇錯啦嚇。好啦，嗱嚟到呢一度咧，亦都係講香港龍嘅味道。譬如好似呢一個係沉香啊，各個味道係唔同，你可以烘埋去聞一下嘅。咁呢啲就係嗰個主題就係、是、香，嗰啲就係味啊。呢、這個絲綢係味，瓷器係味。好啦，到礦嗰方面啦。嘢你跟住我行啦。嗱，唔同香料啊嚇。嗱、
啦。仲有一個咧，就係第四類咧，就係作物啦。呢啲作物咧，其實係講緊農作物。呢個時候咧，麥哲倫咧就發現咗美洲啊，新大陸啊。咁所以咧，就完成咗嚟環球嘅旅程之後咧，就變咗咧美洲嘅嗰啲農作物就運過嚟亞洲，運咗好多30種以上。譬如好似嗰啲粟米啊、番茄啊、馬鈴薯啊、木薯啊，好多呢啲全部都係番光嘅嘢，所以咧超過30多個品種就運咗嚟，就係農作物啦。咁所以咧，點解我哋中國而家人口有咁多，就係靠呢啲食物運咗嚟之後，又自己攞嚟培植啊、耕種啊，咁所以咧可以養到咁多人啊，都係靠呢啲食物啊。咁呢個就是農作物。好啦，到嗰、那個礦石嗰方面啦，嗱，呢啲礦石咧就係外國嗰度揾到翻嚟嘅，中東啊嗰啲嚇，嗰啲金手鐲啊，係金器啊，啊嗰啲寶石啊。明朝咧就最奢華嘅，因為我哋咧就有金有銀，但係當陣時候咧外國運咗啲寶石嚟，所以咧就好興咧由金雙石金雙馬路啊有寶石，以前咧單調啲，但係到明朝咧就好奢華，就會識得咧就即係再整到啲首飾啊更加靚，就係呢一度啦嚇。好，嗱嗰度呢一度咧亦都有呢啲金器啦，咁第四個部分啦，沉船為真。最主要咧就係講廣東省嘅，廣東省啊有兩隻船。廣東省我哋咧就揾到兩隻船，裏邊嗰度等陣間我介紹，你可以睇個短片，非常之好睇。講佢個發掘嗰兩隻船，南海一號同埋南越一號。係啊，呢度出嘅，呢度出嘅係南海一號同埋南越一號。咁呢一度咧，除此之外咧，呢度亦都有啲展品咧，就係講明朝萬歷號。明朝萬歷號都有㗎，嗰度都有嗰啲出水上水下嘅，同埋出土嘅都有。咁呢一度咧就係、是。講關於沉船嘅遺跡，呢個我唔仔細講啦，呢度咧可以自己慢慢欣賞。但係咧，我就帶一帶你去嗰度睇睇嗰個短片。嗱，呢個短片咧係不停咁 loop 嘅，即係做完又做，做完又做咁樣嘅。就幾分鐘啦，嗱咁佢有字幕嘅，就會講南海南越一號兩隻船點樣沉船啊揾到啦，係啊打撈，非常之好睇嘅，好值得睇。佢又講普通話，但係咧就有字幕，就好容易睇到。嗱呢個南海南越嚇非常之好嘅。嗱咁我啊帶你去睇下，兜一兜你又睇下好多陶瓷。哇，都可以揾翻咁多。呢個好多陶瓷嘅嘢，嗱呢一個就係萬歷啦。萬歷號揾到嘅嘢，嗱，你見到係明朝嘅嘢嚟㗎，呢個都係明朝嘅南澳同埋唔係萬歷就係明朝嘅，但係南澳同埋係唔係又噏錯。南海一號，南海一號宋朝呢兩個再早啲，係啦，佢係宋朝，呢個係明朝嚇，所以咧南海一號咧嗰個仲耐啊，千幾年啦嚇，千幾年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明朝嘅。就近代少少啦，咁啊南海南澳，咁你會慢慢欣賞一下。咦，都喺廣東省裏面。係啊，全部廣東省嗰度揾到出嚟㗎。咁喺邊個位置咧？就係自己再慢慢睇。咁我哋咧，其實呢個展品咧，有時好多間博物館一齊做㗎。但係呢啲喺好多嘅嗱，好多嘢咧喺中國嘅博物館先啦。係啦，借出嚟㗎，有湖北啦，有湖北嗰咩莊王墓嗰度有挖咗出嚟㗎啦，好多㗎。自己又有啦。你等下睇下第一塊板嗰度，即係佢 join 嘅，佢係 join 嘅 museum 啦。咁有成10間8間一齊啊，先至有咁豐富。內地咧展出嘅160多件，我哋自己嘅都有。香港本身啊，呢個香港嘅嗱，耳熟能詳啦，成日都聽到話喺個宋王台度挖到啲嘢出嚟，就係呢度呢個位。啊，呢個位咧，我哋香港自己展出唔多，幾十件啫，幾十件啫。但係呢一度好值得睇，呢個位咧亦都係香港海上絲綢之路。喺個水底度揾到出嚟㗎，但係我哋而家想講嘅咧就係講呢度。你有冇見到上面佢點寫？佢叫做咩？係啊，香港嗰個考古水底考古。佢叫做咩啊？呢個地方佢叫做咩啊？
佢唔係叫做宋王台嘅喎，佢叫咩？嗯哼，嗯哼聖山北宋哇，北宋嘅宋朝嘅時候咧，係咯，係宋朝嘅時候嗰聖山啊，聖山北宋嘅考古嘅就係嗰個地方嗱，紅點嘅地方就係叫做聖山。嗯、好啦、嗯，機場跑道嗰度係啦，而家埋咗落去嘅機場下低嘅，成個聖山埋咗落去下邊嘅啦。所以咧，因為要發掘嗰條沙中線咧，就所以咧先至係揾到呢啲地方。但係其實嗰個位咧，點解會叫宋王台？係咯，就你知唔知點解叫宋王台？你係咪香港人嚟？你係香港人啊？但係你講歷史係咯呢一度。嗱，個宋王台咧，原來喺宋朝南宋嘅時候，佢北宋啊，宋帝昺同埋佢個有個哥叫做靖。即係宋帝昺就日字下邊一個丙啦，佢仲有一個兄弟叫日字下邊一個靖，阿靖同埋阿丙咧一齊逃難，就嚟到土瓜灣一笪地方，就喺度咧建立個行宮避難啊，逃避嗰啲援兵嘅追殺，咁喺度住咗幾個月，咁啊做咗個行宮喺度，咁而咧點解會叫做宋王台呢？佢就喺個山上邊一個石台坐。考古家話俾我哋聽㗎嚇，就話咧佢坐嗰度，坐嗰度，所以咧就命名佢坐過嘛。嗰個地方就叫做宋王台，將嗰個石叫做宋王台。咁咧仲有咧係刻咗啲字上去㗎，刻咗啲字上去。係啦，石刻㗎，摩崖石台個名咁嚟。而聖山咧呢個名咧就係後來英國人咧將佢係話叫呢個山叫聖山，但係呢一個咧就多災多難咗呢個聖山。點解咧？嗱，佢咧就喺呢度啦。咁啊，其實皇帝住過嘅地方嚟嘅啊。咁咧就嗰度啲石床，嗰度咧有三嚿石嘅品字嚟嘅。中間嗰嚿就係阿宋王台啊，三嚿石。但係咧後來咧就要起村啊。咁咧嗰度啲石咧就俾嗰啲人咧嗰陣時100多年啊，就挖咗啲石。當時阿何啟你知啦。何鴻燊嗰啲祖先啊，其中有一個叫何啟啊，知唔知啊？100多年嘅時候咧，同埋嗰個時候九龍嗰個地區啲人咧就反對，就話咧你唔好再挖啦，如果咪破壞嗰個遺跡。所以咧，但係你唔挖，可能仲有好多。你第二個地方啊嘛，你唔係挖嗰個位啊嘛，嗰石一爆分開三份。一裂開就本來仲大嘅，即係而家你第日你去宋王台公園去睇咧。你見到嚿石咁細啊，其實三倍咁大嘅，就係、是、中間嗰嚿嚟嘅。後來咧，佢哋就去到日本鄂多灣啊、福建泉州啊、南海一河，就發覺咦，呢、這個鬧啊，見到有啲咁嘅鬧，呢一嚿石啊，同呢嚿石好似樣，好似樣啊！即係去考古啊，即係去參考人哋啊嘅地方咧。最初喺梁荃灣發現呢嚿石都唔知係咩嘢石嚟㗎，點解有嚿咁嘅石嘅咧？咁後來去日本啊、泉州啊、南海一號嗰度，就揾到類似呢樣咁嘅嘢，就引證到咧，原來我哋梁荃州咧有件好嘢，就係呢件嘢，其實就喺呢個位啦。佢係點嘅咧？係用木做㗎呢個籃，但係咧中間呢個吊定石係用石做㗎，係木同石一齊結合做嘅。就係呢嚿石啦，但係咧呢嚿咁嘅鬧啊，呢個咁嘅鬧咧，12、14世紀用石做船杆啊，少有咁先夠重啊嘛。如果淨係用木，咪浮翻上嚟咯。但係咧，經過考古同埋研究咧，就話咧呢一個咁嘅鬧咧，應該係外國小型嘅商船用嘅，就唔係大商船嘅，亦都唔係本國嘅。所以呢個鬧咧，呢個定石咧。出土啊，即係水底又上翻嚟咧，有1000年噶啦，啊，真係好值得我哋都開心啊嚇，因為咧有成千年嘅嘢喎嚇，咁啊，所以咧呢一個係個過程，就喺嗰個位度攬到上嚟嘅，係過咗幾年之後先發覺原來我哋水底有樣好嘢啊，即刻攬咗上嚟，然後跟住咧就經過證明咧就話呢件係個係即係好特別，特登做出嚟啊嘛，個 figure 啫嘛，點知啫？係啊，未見過，即係冇咁嘅檔案啊，直情唔知乜嘢嚟㗎。好彩後尾去日本啊，去福建啊，真係睇到有呢啲咁嘅鬧，
係有件咁嘅石，佢哋咧就一醒醒起，咦！我哋香港有件咁嘅嘢，即刻翻落去，好彩嗰嚿石仲喺度，就攬翻上嚟，所以就有呢件咁嘅出土嘅即係上咗水嘅嘢啦。咁、那個故事就係咁嚟啦。咁其實我哋香港咧都有啲好嘢嘅。好啦，唔阻住時間啦，可以去睇下嗰個短片啊嚇。好啊好啊，係好，你慢慢欣賞啦嚇。Yeah, 慢慢欣賞，嗰度影得曬。慢慢影影得曬。因為我唔緊要啦，冇所謂。我準備行一場。係啊。清朝的時候咧，點解清朝咧要唔俾啲人出海，仲要將嗰啲人民搬入去內陸呢？就因為佢喺台灣做基地，就咧準備咧嗰啲嘅物資啊，各樣嘢唔夠咧，就嚟沿岸度攞啊。所以清朝皇帝咧就唔俾佢，即係要斷絕佢嘅 supply。就要佢哋嗰啲沿岸嘅人全部同我搬入內陸50里，即係 cut 斷佢嘅 supply 咯，就咁解啊！咁同佢哋唔好有來往，咁解咁所以咧就我哋嗰陣時候咧叫做鎖國主義，將個國家鎖住，唔俾出唔俾入。啊，嚟到呢個就完噶啦，嚟到呢度差唔多就完噶啦。啊，你可以慢慢再睇呢度，呢個仲有第五個部分，唔好意思嚇，我可以補翻。Okay, very good.